曾经徘徊在人群中的精英，如今汇聚一堂，就如观众席下的每一个你，都是群英眼里似曾相似的自己。同样循着梦想的召唤声，开创了富贵事业，自此展开千里马与伯乐的故事，最终在人海中脱颖而出。原来梦想就在富贵。凭着见识与能耐，改善众人对殡葬行业的刻板印象，一举创造富贵逆袭成长，火速获各界青睐。 GVDD 拿督王兆明站在人生巅峰，俯瞰自己微寒的出身，是火炬般的目光令他看清这艰难却又能登天的梯级。不知天多高地多厚，只知道多一倍的勇气和努力，就能摘下无限的荣耀。当富贵只是殡葬界的一棵幼苗时，因为一股信念，他们选择从事殡葬业，选择相信富贵集团。春夏秋冬理应平分时节，对 CBDD 刘春发而言却非如此。1995年的冬天交了注册费之后，从此艳阳高照，春天全年无休。同样的 CBDD 张劲松用指尖轻轻敲着富贵门，激荡的回响声实实在在地回应着，驾龙车辗转成为代理都是有节律的人生事业。动听的声音言犹在耳，单丝里的一句问候，再加码送出的一条领带， CBDD 罗侯爷系好富贵爷之名，昂首直腰前往梦想殿堂。梦想的力量筑起千万人的组织，天赋领导之前以稳扎稳打的方式打破重重平凡。来自宋西的淳朴女子提早结束童年，抢先踏入职场， CBDD 拿听陈瑞月在社会大学带领的团队也提早完成了彼此的梦想。
周游列国之后，落在最初的起点。他抱持空杯以对的心态，借鉴明灯引路，抵达聚光灯下，而后以梦想会友共享光环，打造女中豪杰辈出的时代。CBDD Amy Wong 12年的空姐生涯，练就刚柔并重的女性力量，独特的组织文化展示女性该有的本事。英雄莫问出处，富贵当思缘由，说的正是告别江湖日子，出任金牌领导的主人翁。一次投资失误，瞬间一无所有，考验 CBDD 张宗文的冷静睿智，洞悉如何在狭窄的空间求存，快速整饬，带领雏鹰此刻飞向冠冕之路，再次展现猎鹰本色。生命经理师全心全意为客户缔造多维立体的事业帝国。前人种树，后人在开垦荒地，手中的潜能绝对不是山峰乘凉，而是把握先机，创造机会。 CBDD Annie Lim 依照国际品质认证 ISO 的内核，完善每一单交易，完成自己和客户的人生拼图。不负生命经理师的使命，挥霍着成功与影响力，引领前进的路线，赢得客户的信赖。自小懂事好学，习惯穿梭在生活的棱角，修炼出不卑不亢的真性情。在每个领域都体现出专业的服务态度，坚持亲力亲为，全方位的人生规划眷顾着千万人的需求。CBDD Cindy Lim 皇冠加冕的旅途中，率领同道的生命经理师，朝着相同的目标圆满生命事业。跨越梦想蓝海，响彻富贵云霄。